我要来开箱，这个是 Prada 送的，好像是小蛋糕哦，这样子拍的。怎么这么酷？它是这样子拿吗？我放反了，不好意思。好，是这样啊。这样打开，超酷的，有没有？它应该是个小糖果，巧克力。每一格都不一样。这个是 Sean 弄的 avocado 布丁的 almond milk， 等一下可以来喝，配着喝。哇，看起来超棒的。不用，这个是像蛋糕形状的那种感觉，可是也不像传统蛋糕啊，不像哦。好像是同一种馅，对不对？对，好像同一种蛋糕体，只是外面不一样。对。Watch me, please, you let me ease your mind. It's about that time. 在选片中，兔子张真的拍得很好，我很喜欢这种，有没有？这不错，真的有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感觉。我们在选灯箱的照片，现在 Mira 在睡觉，所以要很小声。收到灯箱的稿了，觉得蛮喜欢的。Hi, Happy Friday! Hi! Hi! Yo, man!现在我们来工作室先整理一下我们要晚上要直播的东西。现在Sean要帮我调灯光。我们现在先把东西先拿出来，等一下要整理，我一片狼藉。我正坐着，然后Sean在移动背景中，很专业有没有？都忘记他的正业是什么。你要介绍一下你的灯，先装一下吧。哦，好难聊哦。它是 LED 灯条，它可以有不同的颜色。看。哦，对，上次就是这个颜色，粉红色。可以换成，然后我们在后面可以打不同的背景。那今天要什么颜色？看你要什么颜色啊。好，我来开一下 Facebook， 等一下才看得到你们的留言。今天我们要来讲新品。嗨，你好啊，你们好 ，Joe 你好，这可以给那个比较也是喜欢简约的人，所以我把它跟刚刚那个脸的形状有。比较简约款的。妈妈。爸爸在吃什么啊？他以后很适合拍东西的。他很喜欢看相机啊！你都要看相机哦？对，他完全看镜头，没有 miss。把麦克。What's up, girl？ 你们这眼神。What's up？ 是怎样 ？What's up, girl？ 你干嘛？干啥眼 ？What's up, girl？ 奶水掉了。啊！笑成这样。Hi girl, what's up? What's up, girl? What's up? 做到歪，那做正一点，身体才不会歪掉。你发现人偷拍你啊？发现了。被偷拍了是不是？What's up, girl? 对，把那种我丢。Hi, Mirror! Hi, Mirror!
Hi Mira. Hello Mira. Hi Mira. Hello Mira. 等一下，宝贝，我们一起出去打包好吗？一起出去好吗？好不好？跟我们一起啊，走吧，走吧，小脚丫。Here comes the